欢迎回到史莱姆农场，今天是 Day 12，感觉好像没有史莱姆在里面呢，有几只史莱姆呢？看得出来吗？四只史莱姆，我们的隐形的 Hunter 史莱姆还缺三种不一样的，现在里面有几种啊？糟了，我要记好哎，他们是又生气了吗？不是，他们现在是狩猎状态，看他们的眼睛盯着哪里。太好笑了吧，他们现在很想吃里面的东西。好好好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行这样。看一下哦，这边都好饿哦。好啦好啦，我帮你们找点吃的好不好？他们最近不是很努力的在生小鸡，然后这边的告示牌好像也没有出现 Bub 了，已经消失了，第三季都没有看到 Bub 呢。那么今天这集 episode 呢，昨天已经到了380还是370，我有点忘记了，算是360吗？大概是360吧。40的话有4416啊，算了，我的数学很烂，我现在可以装50个哎，所以360再加50，410，好啦，我绝对串错了，帮我们就自己帮我在底下留言好不好？我已经懒得计算了，你们就这样子算。我刚刚丢了50颗进去，现在再丢50。早知道我就用5了，我很喜欢5的倍数，因为5的倍数真的很好记。你们是疯了你！停！欸，我刚丢了一个进去啊，不行，要放49颗，好难记哦。好，大概就好了。我们已经开始要跳着丢了，因为如果我们用一般的丢法的话，会打到天花板，会打到他的。好，我刚刚多丢了一颗，我要吸一颗出来。留两颗在我的包包里，就是吸一颗出来。好，对。天哪，我的数学，不好意思哦，大概加减十颗好不好？我们的数量真是算大概值的，这个数字真的是太难记了。稍微都吸一下，吸一圈它就掉下来了。我还会飞走，有点讨厌。吸走，吸走。我们今天的目标呢，是要再去生出更多不一样的 Hunter Slime。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要生出哪几只 Hunter Slime？ 粉红色的我们有了，蓝色的我们也有了，荧光我们也有 ，Tappy 也我们也有。我们刚好就是照上面的顺序来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呢是，辐射还有抱抱。我在第二季的时候一直把荧光还有辐射讲反，不然就是讲成同样的东西。我其实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他们两个都会发光，所以在我的脑袋印象中，我就觉得他们是荧光的史莱姆。好啦，我知道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史莱姆，好吗？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就好了。所以我今天要找到两只史莱姆，然后还有最好是三只，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。这三只呢，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找到两只。好，先去找这两只好了。好滴，好滴，好滴。我们找，其实我们只要找一只就好了，我们只要用 Plotto 让它进化就好了。对啊，好啊好啊，那我们用 Plotto 让它进化就好了，就不用那么辛苦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只要找一只辐射史莱姆。辐射史莱姆在什么地方呢？辐射史莱姆在小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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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没有小鸡？为什么又来了？至少让我抱一个，让我踩一下，摸一摸沾沾喜气。啊，小鸡。第三季啊，是一个不被庇护的一季。今天又再次验证了这个道理。阿神到底能不能够在第三季结束之前完成这项任务，不管是喂给黄金史莱姆，或者是喂给这种金币史莱姆东西呢？到底能不能够做到呢？请静待接下来的发展。好啦，我帮自己下注好不好？我这一季不会做到，因为我每次身上都不会带鸡啊，都不会带啊，我觉得很麻烦，所以我都不会带。不行不行，我应该养成这个习惯。我们这一季已经错过了太多美好的事物了，不能再错过更多美好的事物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打个工丢不丢啊？丢。我要上去看看，我要上去看看啊！我这一季还没有拿到欧卡欧卡，对不对？五下图鉴有了，欧卡欧卡不会再叫错了。然后我这一季图鉴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拿到？图鉴，史莱姆都有了，就这两个，不要再讲了。
还有欧卡欧卡跟什么水果啊，没看过的水果，还有一只小鸡，还有一只老母鸡，因为母鸡我都拿去卖掉了。我记得上一季的时候把所有都解开了，这上面有改变的地方吗？我们上去看一下。没有。哦，那是老母鸡吗？是耶、欸、它在这里活到天年耶、欸、这只母鸡在这里养天年。我们把这个它的危害它的生物丢掉，你就继续在这里过着养老的生活，努力活下去，加油。我们刚刚又补了一个图鉴了，太好了，真想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补那个图鉴了。那另外一个就是 Stonyhand 的小鸡了，对不对？怎么没有看过 Stonyhand 的小鸡？因为家里的小鸡长太快了。看到，哎，这边就有，这边就有，有了，好快哦！我又补了一个图鉴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 Stonyhand 的小鸡系列完成。这里是少了什么？一定有少东西，可是我忘记了。新型的有了 ，Q Betty 也有了，少了什么、啊？有爸爸知道吗？还是那边本来就是问号？可能本来就是问号吧。可能本来就是问号，抱着这种想法就不会有太大的伤脑筋的感觉了。其实可能有吧，我有点忘记了。你看第二次才刚过不久，说好帮你带同伴回去的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你也跟我走，我们吸一点水。我以为现在在这里不能够吸水了，还是可以。它吸水的粒子效果没有这么的烦人了。我记得之前吸水的粒子效果好烦人哦。就是会那个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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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就非常大量的水洒来洒去。我们来这个地方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找到 Ray Slime。哦，那边有一只，抓你回家，要乱吃东西。好了，要多抓几只吗？要，不要多抓几只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我只是要让它变成很酷的史莱姆而已。不要再撞我了，很痛哎、欸！有没有人跟你讲过？飞过来，那里是哪里啊？为什么可以上去？我想要上去。哦，那里为什么可以上去？上面是什么？诶，我没有上去过吗？上面有桥诶，只不过我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过啊？因为我就是这样直接飞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上面是什么东西？好好奇。好像就只是平台而已哦。啊，对，只是平台而已啊。上面有欧卡欧卡啦，我有来过，没记错的话应该才第一季的时候曾经来过这个地方。没什么特别的，我们走，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了。这边有荧光史莱姆，可是没有很想继续见他呢，继续走吧。来到这个地方就让我想到我在这里见过的那只。我今天有带小鸡，可是你们怎么不出现？这一定是那个心灵，那叫什么？心灵侦测器，还是什么心灵感应器之类的东西？就它侦测到我现在内心很想要找到那两只。哦，我们在这一季的时候没有过去过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也是我们这一季要做到的事情。我们是可以从哪里过去啊？这里是离那里最近的地方了吗？哦，可以吗？还是先回家一趟啊？身上有荧光史莱姆，好像把史莱姆直接传送进去哦，好像挑战哦。咦，这个墙壁是这样，别扭哦。好，我先回家。我们要先做到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再去冒险，不然一天就要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先把我们的孩子，差一点，这三只帕多史莱姆要跟我一起往生了。他们现在不会弹飞了，这是一个好现象，很好很好，四只刚刚好。然后我们需要抓一只小鸡出来，剩下一只哎，不过还有小小鸡，没有关系。所以，看一下有果实长出来吗？有，再多吸一点果实，把它吸下来。我不想用转的吸，因为他们会飞很远，轻轻的吸他们就好了。对待水果要小心翼翼的。当做自己的宝贝一样，这样子水果才不会坏掉。来吃吃吃吃吃，能不能够完成这个成就就靠你们了。哎、欸，
变少了。棒棒变少了，没有那么少的。这就好像网络上一张图，就是有一个小男孩是谁，就指着下方说：“昨天明明就还在的。”对啊，今天早上明明就还在的。所以由此得证，这个 bottle 太多的话会被消掉哎、欸，啊、哦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填满。好了，宝宝们，上到一课了、哦，这也是史莱姆界的权威，史莱姆界的权威，你看我讲到哽咽了。史莱姆界的权威都不知道的事情，我们花了好大一笔钱，就是为了证实这件事情。这个 proto 太多，或者是时间太久，没有登出，今天早上都还在的。哎，他们会消失，看到了没？他们会消失。好的，好了，我抓了这个进来之后，还是办正事吧。所以这个成就在这里是没有办法达成的。是没有办法填满它的，有没有办法？应该是有方法呢，应该就是做很多很多的储物空间，然后除完物之后一口气全部扔进去。可是太累了，我已经没有这个心力这么做了。如果要这么做的话，我们第四季的时候，等游戏下一次改版的时候再这么做吧。今天心已倦，在这一季，是一个不会保佑的一季啊。如此疲倦的我，觉得就这样子吧。就这样子吧，大家都现身了。好，我们先来，哎，丢出来，过去吃，过去吃，吃那个，来啊！好，等他稍微发飙一下，看到我的时候，有了，丢过去，嘿嘿，啊，乖乖乖，他们肚子饿了之后会生气吗？会会会，他们会生气，所以他们。就算你喂饱他们之后，他们肚子饿之后，照生气给你看，就是一个很爱生气的家伙啦。大家看到了，第三期，第三期，卖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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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后，我们来完成我们这一季要做到最后一件事情。看一下、喔，看一下、喔，两个这个，然后需要各一个 proto。各一个 proto 是一个这个，一个这个，然后还有三只小鸡在哪里？都是公鸡，没关系，一只公鸡，两只公鸡，两只公鸡也行。来喽，来喽，放在这里。然后醒来了没？吃这个，过去吃啊。哦，他都要等一下下，很不准哎、欸，非常不准哦。在干嘛？好、哦、终于哇，虽然我觉得蜂蜜是最漂亮的，可是它还是长得还是很凶的样子，凶巴巴。有了有了，不能够让它吃到那个 proto， 所以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，你先吃到，然后我先过来吸掉，以防发生什么危难。你要去哪？喂，给我乖乖吃这个啊！你要跑去哪里？醒来了没？醒来了没？吃这个！哇，这个看起来超凶哎、欸！我不要过来！哦，拿错了，拿错了！哇，这感觉好凶哦！哇，花式螺旋，花式螺旋吃法！刚你没有看到吗？进去，有了！所有的看起来都一模一样，所有的新版本。0.3.5 新版本的 Hunter Slime 的变形种都在这里。我觉得 Honey 最好看，你们觉得哪个最好看呢？也在下方的留言告诉我吧。他们肚子饿的时候都会一直是隐形的，我必须要让他们醒醒，对不对？艾伦醒醒，我想要看到大家的真实面貌，不然都是隐形的，让我有点难过。所以我们来这个地方抓一点小鸡。你看，这是爸爸都在这个地方吃东西。小鸡，小鸡，呜呜呜，救到你了！还要再多一点，多一点小鸡，多一点小鸡，来来来，好像可以了、哦。可是，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吃完小鸡之后他们会暴走哎、欸，先把它抓出来喂，好麻烦哦。你看，这游戏
就好像是我养乌龟一样，就是你在喂食的时候啊，如果你把很多乌龟一起抓起来喂的话，他们其实是会抢东西，很容易就受伤，所以你要痛，你要把他们抓出来喂，抓出来喂才行。好了好了，你可以进去了，吃饱了就进去。哦不不不不，谁吃了？不要吃不要吃，不要乱吃结晶。没事没事没事吧，好好好。不，哪一只哪一只变身了，没进去。这是少了哪一只啊？看一下石头还在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好，你也在这里。哎呦哎呦，坐进去。OK， 然后肚子饿的你给我出来，辐射还在，来吃。变成这个之后丢进去，他们还是会隐形啊。不管了，好烦哦，烦哦，生气。可以把滑鼠移上去啊，滑鼠移上去就知道他们是谁了啦。Honey Rock， 辐射。Happy Pink 荧光 OK， 看一下哦，好像是抱抱史莱姆，欸，没有抱抱史莱姆。好，抱抱史莱姆就好处理了，检查一次哦。我一定要把他们通通收集起来。对，我们没有抱抱史莱姆，我们就抓一只抱抱史莱姆。呀呀，好辛苦啊。看样子他们就算吃饱了还是会隐形啊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。我以为可以同时让他们秀出来，那史莱姆快没了，剩下一只，剩下一只 Hunter Slime， 抱抱史莱姆的话，你就吃一个抱抱猪就好啦。来，给你一个，然后不要乱生气，这边抓一只小鸡过来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来，嘴巴张开开，吃，乖，啊，痛痛痛，有了。完成所有的史莱姆 ，Alright， 我完结嘞。第三季，我们能去的地方都去过了，还有什么地方没去过？这边走到底过了，新的区域走到底过了，门开过了，第二季都做过了，我们这一季所有东西都完成嘞，哈。我不知道我还漏掉了什么，如果宝宝们有发现什么东西在这一季我没有发现的，你可以留在下方的留言告诉我，要不然第三季就到这里完结了呢。我们再把这一只 Tabby 抓进来，不是 Tabby， Hunter Slime 进来啊，进来，然后我们让他们一家人全部团聚，让这个地方当作完结吧。虽然看不太出来，但是他们有些微的不同。我们走到这里好了，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睛，看他们饥饿的眼睛。Alright， 这一季史莱姆农场第三季到这里完结了，是不是觉得有点不舍的感觉呢？我也觉得有点不舍。第三季感觉新增的东西没有很多，我很期待多人模式推出来的那一天。那么，要是没有我还没有发现的东西的话，第三季就该到这里完结咯。谢谢宝宝们又陪我们走过了一季史莱姆农场，而且经过第三季，看的宝宝还是这么多哎。好开心哦！要是出现了第四季的话，我也会用最快的时间通知给宝宝们。那么，我们差不多该去睡觉喽。我们的 Season 3虽然是一个不被庇护的一季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开心。我们做到我们的其中之一的目标，所以我们可以回家睡觉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安心睡觉去。在睡觉之前呢，把身上清空，完成，睡觉去喽。我要神秘。Alright， 第三季就该到这里完结咯。小宝们喜欢我们今天的第三季，那么我们下一个季节再见，下一个季节，下一季再见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你可以点一个喜欢，在底下留言说一点毕业感想吧。那么我们下一季再见， 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